大家好，我是 Tasha 刘依琳，在大大的梦想扮演的角色是李思彤。我已经练习了很久了，为什么总是不成功？저를웃기게만들어주는사람그리고맛있는거사주는사람会选沈乔，因为我跟他的戏份比较多，然后在戏里我们的角色也是很好的朋友 BF。他真的在on set， 他真的吃很多，然后他也是很喜欢吃东西，跟我一样啦。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个吃货。사실제가싱가포르돌아오고나서한국어잘안썼어요근데이드라마에서는제역할자주쓰는한국어는미쳤어이단어예요파티的时候听快歌是 OK 的可是平常我在做东西或者是煮东西比较喜欢听慢歌啦저는둘다도좋아하는데아마춤추는거더잘해서춤더좋아합니다在戏里我的角色参加 S-POP Audition， 然后现在我要给你看一段小小他跳的舞。大大的梦想，많은관심부탁드려요。